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！又搁到咱每礼拜六暗时6点到8点，一连串播出2点钟，文辉俱乐部2点钟大舞台现场歌唱的节目吼。啊，咱今日邀请到呢，伫咱舞台顶呢，今日特别邀请咱红林五院杨秀聪杨老师呢，啊来甲文辉做搭配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杨老师呢，直接讲要甲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拜一个早年吼，老师哦。你好，你好，嘿，趁这个机会吼，甲咱所有大中华地区爱好咱文辉俱乐部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来甲拜一下早年一下吼，来甲大家问好一下。咱文辉俱乐部所有观众朋友吼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啊，扭转乾坤，啊，福星高照，啊，财源滚滚来。讲到财源滚滚吼，讲到财源滚滚，大家爱就对啦。哦，对对，今仔日文辉按台中吼，特别开车登来咱中华吼。啊，大家安尼电话小声卡啦，不如哟。啊，今仔日要安怎算安尼就对啦吼。我讲今仔日要算大舞台啦，伊讲唔是啦，今仔日拜六吼，今仔日有加租就对啦。哦，因为元旦吼，元旦无迄落就对啦。啊，今仔日有加租啦。啊，我咧开车，啊，可能问我讲，啊，今仔日要安怎算吼？来，等下吼，等下注意看，详细看，注意听吼。稍等下，我甲咱的秀聪老师呢，伫咱节目伫咧进行当中，阮的对话吼。阮的对话内底都很机吼，吼啊！你家己甲听好详细哈，吼耳孔要较来咧，啊目睭闭较紧咧吼。啊，咱今日所邀请来咱这个文辉俱乐部所有的这些歌手吼，哇，大家拢安尼盛装打扮，拢穿甲遮水安尼吼，啊，佮安尼大家拢遮好唱安尼，吼，所以讲咱今日节目会非常的精彩吼。啊，头一位呢，就是要邀请咱的杨老师，杨秀聪杨老师，你要带来什么歌曲？烟熏灯情未尽，烟熏灯情未尽就对啦吼。这吼，甲阮台中有哦，太平空空灯吼，有一个叫做十三姨啊。十三姨，各位斟酌听哈。十三姨啊吼，听讲最近讲唱甲抓袂掉安尼。唱甲抓袂掉。十三姨啊吼，后来听看卖咧吼，阮十三姨啊，伊嘛最爱唱这条，叫做《烟熏灯情未尽》吼。邀请空中朋友共同来个欣赏，杨秀聪老师为咱带来《烟熏灯情未尽》，破声甲随一个来。烟熏灯情未尽，三千万心。
妈总会叫起那趟来呀呀东西呀，一条爱情的关系。梦中会叫醒，那趟来。